他是不是一定会给我开场就有那个啊？没有了。哎，啊！一群开。牌啦，我们感觉也可以出的牌很多鸡呢，也太多鸡了吧，来无敌的呢，晴天霹雳，影响啊！红眼白龙骑射啦！那个老虎很强哎。多，哎呦喂呀！需要资源。来了。啊？干嘛？我的，胡萝卜丢不完。哎，他没有死，他放我就我打死了。妙呢，我们打不赢他，一本阴那些的呢，那也行呢，不行，裂钱流，有机会啊，有4000多滴。死掉了呢，没有抽中我的关键，关键卡抽中，可是他放的棍给我全部清掉了，抽不出来了，我们也没有废墟，哎都没有废墟呢，哎，因为我有招那个建筑物，那个建筑物是我招一只怪物身上就会附他一把剑背在背上，就是这个
传说之剑，召唤一只动物会给他一把剑，然后我刚刚打出千本樱，每一把剑会打20伤害，所以就变成刚刚那样，懂了吗？就是每一只动物会有一把剑，然后刚累积很多剑，我一丢千本樱，他忙爆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这样怎么打？这很难呢、欸。我觉得动物流好像应该是比较好打的吧，对啊，飞机再生直接秒应该可以吧，快哦，加油哦，快绿牌，时间在哪？有没有倒数？这68秒，一分钟应该来得及吧？根本应来倒搞一波。你好，还有没有？没有吧？这个我一般关键应该就赢了吧？快呀、啊！没牌了，快快快！20秒，很快哦！哎，有点赶呢，可以吧？还有第四阶段，太难了吧？冰弹呢？这太难了吧，这怎么破啊，哎，根本音破不了啊，来不及，这打不死啊！他三万滴太多了呢，三万滴太强了啦，怎么办？没破不了这个呢，这个太难了吧？为什么这颗灯灯打不死啊？我那个牌组已经很强了呢，不是我那个牌组伤害已经很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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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呢，很高了呢。什么废牌流太亮，我的伤害超高哎、欸！哎，我那个伤害真的很高了呢。我连打巨大化黑熊扒一下10000多，难受哎、欸！那第四阶段就金蛋就破了吗？还是有下一个蛋？我们这个废牌流很强哎、欸，推荐给你们。废牌流。
应该是第四个结束，第四颗蛋，但破不了，有点难了。鸭蛋记得。好了，我明天再继续玩这款，这款很好玩的，蛮推荐你们的这款。这款跟上次哪一款很像？好像上次有一款类似的，那这画面我很喜欢，画面那种这种风格的画面我很喜欢。玩的蛮爽。我们玩那个躲猫猫，你们要玩的可以先加 Discord。躲猫猫这款要玩的可以先下载。皮卡布，应该很小。千数量吗？明示游戏，明示游戏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你们看我刚刚很卡吗？还有一个职业是怎样？竞技场，高级地的，还有高级地的好吗？薛丁喵啊！7-Eleven 买蒸汽卡，这边好像没有卖 Steam 游戏。打牌武道，建筑大师，好可爱的狗狗哦。狗太可爱了吧！
加速齿轮，否定之契约，这什么？主要敌人造成30点伤害。牧羊人，那个按钮，狗走过去会触发攻击。电爆他，一直叫动物走过去。怎么样？你们要玩吗？这款，我看人够不够啊？人够再开。嗯，要玩打个加一。啊，90几块吧，是不是？人够我们再开，不够我们就下次约了再玩。选择卡牌，草草人偶，电击。一时伤害，那个伤害都很少哎、欸。妖精的毛毯是什么？用了。大象，超攻击，打牌风暴。60点，那个敌人踩到不知道会不会受伤啊？会呢，他会一直过来踩到，然后就受伤爆掉。压感式敷压器啊！哦，这么酷啊！这很多陷阱，每个人的建筑那些也都不太一样，好酷啊！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个女的，这个就没办法打？还是等一下会有强力的卡牌，这样子怎么有办法打出打爆那个30000点的伤害？打不赢啊！
哦，所以只要踩在上面就会一直电，被电是不是？那也还蛮强的。一直有人踩在上面就一直电，一直电，一直电。那也还蛮强的，15滴15滴一直跳。鸡是我有放一个那个板子啊，这个啦。除了小鸡以外的动物踏进去就会召唤小鸡。啊靠呀！忘记拿了。到这个板子。哦，他们把我怪物直接清掉。哦，他在招那些东西哦，一点呢，打不痛他。把鸡应该招在炸弹后面，这样踩了招鸡，然后之后马上再插炸弹，踩电，这样才对啊。废墟再生，捕兽夹，这都没有用啊！其实我不需要这些牌啊，不用了，不要奖励，不用把这些烂牌放进我的牌堆。他一直烧我哎！哎，召唤小鸡，电他！猎头兔子、哦，哦，双重构建的建筑物啊，好啊，这不错啊。下一张，再下一张，两张建筑，六只狗，加速齿轮好了，加速齿轮，偷牌，蠕虫。为什么可以连打三次啊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刚可以连打三次？
哇，超多！继续。OK。保险刚这是一个动物踏入后就会被反弹的回去的陷阱。哇，这几张都没有很适合我呢，我选狗好了。超，我有变成超输出。最新三只，这个，这个我直接想把一只电掉。猫咪，疯狂电，放电了，这个建筑才造成食物伤害太低了吧。那这样，这款有没有人要玩？我看一下几个，看一下六个人应该就可以开了吧，能够我们就开，不然就下周再开。一卡布有没有人玩？要的打加一啊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刚刚94嘛，94有要玩的，那才打积分。超输出哦！可是这款角色感觉输出不高呢。你讲那个叫凑八个比较好玩吧？那要凑一下，不然跟外国人硬还有问题。魔王6000只小子，
神奇吗？皮卡布，皮卡布。我上次怕人不够，直接电死一只吧。为什么他会再招一张啊？我没办法。八公跟我那其他的狗有差吗？丢丢丢！我还没存过血呢，为什么？打不过来，电好慢哦。咪咪咪咪咪电。好多！哇！哎，你这组合超烂的。横扫千军呢、啊？我好像没有横扫千军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有横扫千军呢、啊。阿米卡斯林，对啊对啊，这款不错。噔噔，属性主要是养，可是这个感觉一直在放陷阱而已呢，这只感觉有点弱哎、欸，一直在丢，一直在走陷阱啊，都在走啥？然后伤害好低哦。这个游戏在怎么升级卡牌啊？哎，我是不是有病啊？我玩了两个角色破关，还没有升级过卡牌、欸。
哦，有啦，我有升级过，可是不能，那个只有升级一阶啊，那个没有升级都很强啊，那一阶影响不大啊。有啦，我有升级过啦。这女的好烂哦，这女的我是不是选错她的牌的取向？而且这种还可以自动玩，她在乱出吗？怎么那么烂？这是不会配我的牌的。刚刚弄死的很痛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，要死人了！露酷酷了，这女的不行啊！我换一下。别的流派，这个赛季啊，这个每一层是什么？高难度是不是？证明我是高啊！拜托，我可是这个战士废牌流的创造人呢、欸，我是卡牌的创造者呢、欸，我是一个流派的宗师呢、欸，创始人呢、欸，你们敢嘴？我是瓦里废牌流的创始者呢、欸，我用我的。思路构思出一套全新的卡牌，你们还说我不会打这个，笑死人！莉莉丝好像比较弱哎，我跟瓦里已经打到两三万了，可是打不完啊。这个好玩哎，这个很好，我把这个都解一解。啊，刚讲到 Dicey Dungeon 了 ，Dicey Dungeon 跟这款有点像，但是你们比较喜欢哪一款？喜欢戴斯一张，喜欢那个骰子地层的加一，这款的加二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款？我的话，我比较喜欢这款。戴斯一张觉得模式，我跟这款的模式两款，我觉得是同等级，但是这一款的画风我看起来很爽。对，两款我觉得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如果戴斯一张把他那个角色那个画风优化成这种模式，我就觉得两款同等。但是这款就是他看的画面就非常讨喜，看的就是爽。好，我们明天再继续破这个，我们把初级地牢最后一个臭薛丁格猫破掉，然后开始破这个他的，我们来玩一下13号星期五吧。